哇哇哦！你有没有要？我的直觉是文轩，文轩，朱文轩啊，可能吃醋了。是吗？辣吗？辣吗？辣辣不辣哦！不好意思，海鲜是我们阵亡了。你在哪里干嘛？你见什么救人啊？整个都涨红。我们还在露营呢，韩国小鸡面的那种辣酱，辣辣。我之前吃那个辣酱，天下第一辣，辣到气喘发作。哦，真的假的？等一下看我会不会发作，不要讲这种可怕。哇！哇哦！我刚刚怎么觉得我看到韩玉芬呢？哎，有点像。喷气在哪里？喷气在哪里？等一下转过来，转过来，我们看看。正常的。其实我觉得很可以。哇！你好强哦，练成这样。今天是不是没有很辣？需要帮你叫救护车吗？没有。但蛮好吃的。哦、不好猜哦，这个太难了。这三位这一组不好猜哦，多少组要闭起来？Say something。等一下，你们大家都在观察后面的细节，再看眼睛有没有红啊，有没有血丝？小象的肯定是辣的，为什么？嘴唇有点肿，嘴唇肿起来，就有在压抑的感觉。对，可是他这样压得住、哦。那你也来一个说法。可是我那时候觉得文轩吃的时候。他有脸涨红，可是他又演得很辣，所以我在想，就是很怀疑。可是他后面那个皱眉头皱太重。他一直希望自己很辣，可是他辣不起来。啊，那他应该是正常，我只能靠食物。可月姐，月姐很难呢。我觉得月有吃到正常的。你觉得他吃到正常的？嗯，他是反应比较冷静而已。对他后续一直做很多动作，我没有讲什么，他就开始做。可能抿嘴唇啊，可能我嘴巴干，正常的。你有最后的机会可以选择，先说再说，不要讲，不要讲，你有最后一次机会，对，你有没有要？我的直觉是文轩，文轩，朱文轩啊，他你说他是正常的，直觉了，他是正常的，去，好，你要过来了是不是？我过来了，我要先讲一件事情，好，请说。我不知道我吃到是正常还是不正常。来，请吃朱文轩的。左文轩，因为我们决定是左文轩的。吃完，闻不出来啊，辣闻不出来啊，香很香，可能吃错了。是吗？辣吗？辣吗？辣辣不辣哦！哇哇哇！会忍哦。那没有很辣吧？好，来下一位，你觉得是哪位？下一个就是啊，你的一定是辣的呀！哇，我其实不太确定我吃到正常还是不正常。那你很能吃辣哎。对啊，不辣，最不辣的吧？我不是辣，它是有点像 XO 酱那种。哦，你好云淡风轻，因为我很怕辣，你一点都没有。所以其实我这个是没有辣啦，所以是不正常的。对啊，不好意思，海鲜是我们阵亡了。你在哪里干嘛？你见什么救人啊？整个都涨红。哇，哦这么辣，那我演技过关。而且你的人吃辣，我就受不了，我先喝，我先喝。先干为敬。哇，喝那个可以。快点，你也能吃辣、啊。他的是有比较辣一点，可以。嗯，那你蛮能吃辣的、啊，只是你看得出来，你会马上出来，就舒缓了。但是我的也有辣啊，对啊，你脸色完全没变。对啊，我也想喝一杯。也是正常的、啊。没有，还可以续杯吗？有分正常辣跟比较辣，有后劲，因为辣有一点感觉。哦，谁要吃辣先？好好笑，他想要一杯。酸的，谢谢叔叔老师，好好笑，太气死了。我们还在录